信仰不改变，以天为地，生死之间，开启我真心的不灭。穷极千万年，当黑暗洪荒决裂，末焰显现，时光的幻灭，愤怒席卷，雷地的之念，当季节开封印，光明再现，听希望破晓的瞬间，指引我向前，抛开这命运，避开万恨，打开未知的悬念，让你拯救的世界升起在黑夜，等待我生命伤口不深，死不了。晚上好啊，诸位。小玲，你这是？你们就是我接下来要打倒的人类吗？喵！小心！会长，夏玲她神志不清，变得像一只猫，和以前一样。是一线天的神器。九路香，无需再与他们废话，杀了他们！啊！一等消失了，那么此生不必再见了。混沌面前，神器皆为无用，消失吧！什么？我的剑雨！
言状了。好害羞的画面。哎，不分场合的撒狗粮。是不是睡醒了，小猫？阿莲。哎呀，你终于还是这么做了，圣子华恋，封印神器的神器，混沌锁。殿下是聪明人，却做糊涂事儿。没用的，华恋殿下，自从你用混沌锁封住盘古府后，胜负就已经定了。你离开九州的那一晚，混沌锁的威力依旧历历在目，等级不明，出处不明，但是却可以通过捆绑出子肉体强行将神器封印在体内不能使用。面对这样的神器，我怎能不提前做好准备呢？小玲，这件法衣世间独一无二，一旦你用混沌锁捆绑了这件衣服，一炷香的时间内是绝对没有办法松开的。魔女一旦被绑架，你就鲁莽地赶过来救人，没有计划的人要注定走向灭亡。你们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。这么多九州的出子。干掉他们。会长怎么办？情况很糟糕啊。相互克制对方的盘古斧和混沌锁，非战斗型的聚宝盆和孔明灯，哎呦呦，还有瞬间移动的乾坤春秋，现在连逃命都困难了吧。剩下的阴阳琴，一个人能对付那么多神器吗？死定了，我的男哥。给我闭嘴。黄泉路上无客栈，将死之人拉伙伴，我会带你们一起上路。最终还是圣子殿下输了，死之前好好记住我吧。是啊，你这个无知的蠢货。知道吗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死到临头还硬要装模作样。七年前不喜欢，现在越发讨厌了。给我杀光。一线天，你在九州的封号是阴将，因为擅长阴谋诡计，可惜你实在不够高明，局面会走到现在这样也是如我所料。那个是准备好了吗？要揭开王牌喽。会长，圣贤神器聚宝盆完全解放。发生了什么？不好了，所有神器都被聚宝盆吸过去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什么能力？曲终人散，黄粱一梦吧，你输了。下跪、哭泣、求饶，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是我绝不会饶恕你。为你冒犯我的罪行恐惧吧，你能让我享受多久？一线天被解决了。
7年了。那段时光让人无比怀念。夏琳，我一定要让你活着。